来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盛宴。那么今天呢，在我
们的舞台上六点到六点五十分的时刻，是来自我们台中当地艾萨克乐团。我们用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迎宾。当然呢，除了舞台上我们精彩的表演之外，在我们的门口处今天也特别邀请到我们的钢铁人呢，带着他最多的道具跟大家一起来同欢，一起来同乐，让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拍照。那也欢迎大家呢，这个时间也可以一同呢来做一个同欢，一起来做分享。当然呢，接下来舞台上呢已经听到我们的班长团长来演出了，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也是我们的丁俊雄老师，掌声欢迎。好，现在呢，我们的艾萨克乐团，我们的指导老师，我们的丁老师呢，在这个时间也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奏，而且这一首歌曲就跟我们老师的个性一样，非常的潇洒，非常的豪迈，一起来欣赏这首《赞一个》，掌声欢迎。
师哦，果然大师一出手，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都蔚为疯狂啊！非常多精彩的这个好歌呢，一人创为大家来做一个最轻松的带动。那么呢，也再次欢迎我们现场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我们所有的女朋友，共同来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盛宴。当然呢，今天呢在舞台上有一连串精彩的表演、精彩的活动，还有大家最期待的摸彩活动，都会为大家一连串的来做一个热情的进行。当然，今天现场呢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关于我们的位置。那我们现场的朋友呢，我们所有的民众朋友，可以在我们欣赏表演当中呢，一起来做一个观赏。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座位区，那也让大家的平安平安共为哦。那这波当的时间的年纪当中，让我们大家就像我们像过年一样，大家来一起来做个小围炉、小团圆。那也代表着我们璀璨的台中，我们闪亮的大肚，我们上下一条心，都是一家人。好，那么接下来呢，在舞台上我们也持续更多精彩的好歌跟大家再一次的来做分享。今天舞台上呢，我们相当荣幸邀请到来自我们台中在地的艾萨克乐团，为大家呢先行带来一连串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歌曲，不只有我们时下流行的歌曲，还有很多哦，那就给爸爸妈妈来加一片台湾民谣。那我们呢，在这个音乐会当中呢，大饱耳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抒情的歌曲哦，来自于金曲歌王洪荣宏唱红的一首歌《休息后》，一起来欣赏。
呢，也相信是很多我们这个大哥大姐，我们爸爸妈妈哦，啊，在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我们呢，啊，来熟悉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旋律。啊，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不只有这个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安徽当天哦，我们也为大家来邀请了相当多，目前呢，也是我们非常知名的我们的歌星哦，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比如说有我们的台一线呐，有我们的陈泽义，我们董丽君啊，以及我们谢盈君等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最后两首歌曲呢，就是要带来今天啊，我们歌星朋友的这个作品。那么呢，也要再次来邀请我们的爱萨克乐团，要为我们带来这首来自于谢盈君的作品《阿刀》，一起来欣赏。
段乐，来自于谢盈君所演唱的《红豆》。那今天的调和感官的颁布呢，我们来听听看萨克斯风演奏的这个表现啊，也是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当然呢，今天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再次来感受我们的艾萨克乐团为我们带来非常多精彩的好歌、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要即将为大家带来的啊，我们的压轴歌曲，就是作品的第一首《平江》，来自于陈随意以及谢盈君所合唱的这一首作品。红平香，一起来欣赏。
克乐团呢，在我们这个时段当中，为我们带来非常多精彩的表演、精彩的音乐、精彩的好歌，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当然呢，今天也要再次来感谢我们所有与会的长官，我们所有的贵宾，共同呢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盛宴，也让我们所有的民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同欢、一起来同乐。当然呢，今天我们的璀璨台中闪亮大度，我们的晚会也即将为大家正式的来进行。那也邀请我们所有的民众朋友，我们今天也为大家来准备我们的观礼位置区。那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我们请尽快来入席，请尽快的来上座。那今天台上我们一连串精彩的表演，也即将共度呢我们今天最开心的时刻。你那里传到了这里当中，那更有今天是咱的包当的日子。那也今天很开心的看到我们很多的民众朋友，我们一起要在齐聚一堂哦，为我们今天的股东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团聚，就好像是我们在过年一样。那么呢，今天我们的晚会呢，也是即将为我们来迎接了我们的台湾灯会在台中最棒的一个前哨站。那也希望呢，让我们更多我们全国的朋友能够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美丽的大台中。接下来舞台上，我们也准备来迎接，准备来欢迎璀璨台中闪亮大度。让我们共同来掌声欢迎今天晚会主持人，来自我们的中视我爱冰冰秀主持团队，台一线掌声鼓励。耶！我有说法，大家好，我有说法。加速！
我是东彦，我是阿文。哎呦，哇！在我从台北下来之前啊，对，我听说最热情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大肚。真的，可是见证到了，我想要见证一下，嘿，大肚区的朋友们是不是最热情？哇，那是因为啊，有这么可爱的区长，对，所以才有这么可爱的区民呐。而且我第一次唱这一首歌是不用教，他们就知道要举手了。中搞完了，我下去下去，大概下去了一家。之前都还要先哎，拜托大家跟我配合一下。对啊，阿哥几个人太一百块啊，那才下去坐去。哦，这里都不用。而且你知道吗？大肚跟我们台一线是息息相关的。我跟你说，因为呢，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叫台一线吗？哦，为什么？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好，冰冰姐，白冰冰哦，白冰冰哦，不是范冰冰、李冰冰哦，是白冰冰，就是我们的老板。哎，那我们的老板呢，就把我们的取名叫做台一线。那为什么叫台一线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一线呢，是我们台湾从北到南最长的一条省道。对，我们冰冰姐希望呢，我们两位呢，可以像台一线一样，演艺圈走得长长久久，就希望把欢乐带到台湾每一个地方。对，那从北到南，台一线的地名有哪些呢？我知道从台北是从台北出发，台北出发。那接下来呢？最后一站是南部的丰港。哦，中间经过的有来注意听哦。台北出发，中间经过有三重、新庄、泰山、龟山、桃园、中坜、平镇、杨梅、湖口、西丰、竹北、新竹、口份、造桥、后龙、西武、通宵、月岭、大甲、清水、无锡、沙鹿、龙井、大肚，还有呢，掌声鼓励，还有呢，大肚下去，彰化、园林、永靖、田尾、北斗、西斗、西斗、金龙、斗南、大林、西口、民雄、嘉义、神山、后壁、新义、柳营、六甲、关岭、三化、新市、永康、台南、仁德、湖内、鹿竹、大山、桥头、南子仁、高雄、凤山、大寮、屏东。林洛、内埔、竹林、卧兰、潮州、新埤、加东、枋寮、枋山，最后一站，东港，掌声鼓励。哎，我们东彦真的是不简单啊！在为了这个哈，哎，最近是不是淡季都没有 case 对不对？都在家里练这个。我是为了大肚背的，很有诚意呢。真的，也很开心大家来参加这个璀璨台中闪亮大肚之夜啦。那看到你们真的很开心。今天呢，有非常丰富的奖品摆在现场啦。那我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呢，可以从头留到尾巴，因为不然你先走的话，大奖就会流失在你的手中。除了奖品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精湛的演出，你看由我们开场就知道了。对，从最开始到最后都会有非常亮眼漂亮的演出。会，而且今天歌星一个比一个大牌。对，但是最大牌的通常摆在最前面，后面都比较小牌啦。我们是暖场啦。对，我们是暖场，后面真的比较大牌。唱的那一首叫做《我的欧多曼》。对，为什么？这个也是有渊源的。为什么要唱《我的欧多曼》呢？那也是我们老板啊，希望呢。开车，但吹了吹了，不是要飙快车哦，不行，不行，飙快车。我们是希望吹了吹了呢，在你们的事业上、爱情上、家庭上都加把劲，加油，给他吹了，打一个号喽！哦，而且为什么上我的欧多巴？因为今天的特奖是欧多巴，这声鼓励。哦，这台哦，我们两个人哦，对台北骑到车啦。对，啊，今晚应该无油了。特奖欧多巴，头奖第二个是电冰箱。哦，冰箱。对，下一次我们就唱电冰箱。对，我的电冰箱。对，推嘞推嘞推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当然现在呢，我们要首先感谢一个重要的人物啦。啊，很重要人物。对，我们的大肚区，我们大肚区区长白鹤梅，掌声欢迎区长。欢迎欢迎欢迎，区长加笑脸也来哦哦，这样康姐在康姐，哎呀哎呀哎呀，哇哦，因为都讲看到区长，我这个我直接去暖干杯了。为什么突然看到？对，因为区长真的太帅。来，区长，我先帮你开一下。有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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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我们请区长跟大家问候一下。来，好，现在好朋友大家好，好。Hey, 我们是不是一起邀请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一定要一定要，那我们由区长来请请他们上来。首先我们邀请我们来自我们台中市政府代表卢秋卢市长的教育局长杨振声杨局长，欢迎欢迎教育局长杨局长，欢迎欢迎欢迎，请上来，来请上台。好，再来我们邀请我们在地生根我们的乡长议员尹汝昭林议员，来我们请有请，来，请杨请，来，请进座位。
来一起，哇，好兄弟，好兄弟。吴秋华议员的秘书林长君，林秘书，欢迎，欢迎，欢迎，秋秘书，鼓励。好，大东里长，赵里长，好，我们的里长啊，是不是已经上台？来，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市政顾问，还有我们这一次，我们要感谢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的赖如主赖校长。好，所有的长官贵宾，请来上台。来，欢迎，欢迎。谢谢。来，我来一一介绍。好，来，请有请。民主多林议员廖启柱，我们的廖顾问。来，有请。林华龙林里长。好，掌声鼓励。还有我们民埔里的林长。一点哦。好，来，我们长官可以往那边过去一点吗？对，我们长官再往那边过去一点，这边就可以站上去了。我们的江银山江主任。好，欢迎江主任。湖山里的里长廖启柱，廖里长。好，欢迎。代表我们盐矿盐立委的郑志仲郑秘书。好，还有我们的市政顾问，也是我们退休校长。好，再过来一点。赵校长，赵中央赵校长，大肚，我们社交里的里长陈龙林的里长。好，欢迎里长。我们市政顾问郑文刚，郑顾问也是我们联文团的队长。好，谢谢。我们最敬爱我们的赖明祖，最认真的赖明祖赖校长。谢谢，非常多的贵宾，谢谢谢谢。那为长官贵宾，后续如果长官贵宾来，来我们主秘也一起上来好了。好，我们首先呢，感谢我们赖如主赖校长提供这么好的场地，因为我们之前林市长有交代，我们不管是整个所有台中市都要区域平衡，我们交代我区长，交代我们各局处，我们的局长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我们要区域平衡，所以说我们今天选在我们今天里当我们璀璨大这个璀璨台中闪亮大度，对，就是选在今天，所以给我们一个掌声好不好？给卢县卢市长一个掌声，来，掌声，谢谢卢市长，谢谢。哦啊，对，我们刘志全刘校长哦，刚刚有表演，对不对？也可以提上来。那么，为了我们今天的晚会，我们筹办了好几个月哈、哦。那也感谢我们在场所有的我们的长官贵宾能够热情参与，你们的参与让我们以后在这边底气增加，他在李完兄弟有毛高歹，我们区域也是要平衡，所以说我们市长也一直在交代。不管是山顶山下，拢爱照顾拢会对吼。伊建设方面也好，活动也好，咱拢爱安尼做吼。啊，我今天晚上，我们代表卢市长来的，我们的杨振声杨局长，我们首先我们掌声来邀请他，代表卢市长来跟各位来问好，谢谢。来，谢谢，欢迎，欢迎局长，白局长。林议员，各位里长，各位市政顾问，各位贵宾，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今天真欢喜，会当代表咱台中市的大家长卢秀燕市长来到这参加这晚会。卢市长呢，非常非常重视我们大肚地区的发展。同时呢，我在这里。为什么我今天刚录完影，我一定要来？因为呢，李宜辉有上积极教育的林汝州李议员，所以我今日一定要来，咱甲林汝州议员泡泡好不好？哦，拄啊，咱白局长讲，区域均衡发展很重要，所以在教育方面，我也非常非常重视大肚地区啊，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我们一定有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晚上。我再次感谢议员，再次感谢局长，再次感谢各位每一位莅临的贵宾，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好，谢谢。刚刚哦，太激动了哦，因为太高兴了。哎，刚刚没有介绍的，有介绍哦。吴宗文议员的林长君林秘书。还有孟议员的邱秘书，有代表张家议员的陈专员，有欢迎欢迎。里长联谊会的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啊，他们陈明堂陈里长发起报告，掌声鼓励。这些吼，这嘛是吼重量级的吼，顶尖里吼，同大力，而且他
哦，他月饼皮哦，用出来非常非常好哦。哎，陈武镇陈局长也是我们体育会的理事长，还有运销的中队长哦，还有我们富国呢哈，我们中和里的里长哦，欢迎里长。对我们时间哦，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快？我节奏慢一点。没关系，局长，我再补充，有一位贵宾来的，就是张家安议员服务处的专员陈佑瑞。刚刚对对对对，有好介绍。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谢谢所有的长官。那我们先请长官先回位置。那我们请，我们还是哈，我等一下哦。对，哎，这边等一下，因为哦，议员在这边，我还是请议员哦。好，议员还要讲话，好，是，我们来讲完之后，对，那我们。好的，好，来，啊，谢谢，感谢我们白区长哦，我们交集哦，代表起定卢秀燕来到朵朵哦，那上优秀的杨振声区长嘛是杨博士啦吼，面庭哦，啊各位民意代表的各位秘书哦，啊各位里长啦吼，福建十七里的里长都有来啊吼，那么咱的所有市政顾问哦，我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卖你请我哦，咱朵朵的乡亲士大。啊，各位小朋友，啊，校长，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呢，咱的台中市政府哦，啊，委托到咱的公所哦，咱准国小办理啊，这里有意义的活动哦，啊，头拄咱的台一线主持人帮忙。哎，谢谢。愈来愈赞啦吼！啊，谢谢，我来推销一下吼。谢谢，因为吼，你台北来吼，哦，大家较无熟悉，但是愈来吼，你会感觉愈来多，你会感觉愈赞啦。哦，就热情的呢。我较早吼，担任多乡长的时阵哦，大家拢做我阿姨介绍，因为吼，多乡长来去介绍哦，你阿咪就死定啊。上好哦，各侪拢是查甫的，啊上好嘛是查某的，哎呦，哦，大家笑笑的吼。那么，我相信今仔活动哦，咱公所所有同仁真尽心尽力啦吼。那个白市长哦，他们的团队哦，公所团队拍一个鼓了好不？那么杨振声局长哦，教育局长哦，既然来到咱的地方哦，来到咱的朵朵哦，我头甲讲哦，讲咱七庄的哦。今麦做乡长哦，就一直想讲我要去一个图书馆，含咱的综合大楼哦，予咱七庄的哦，后摆若要喜庆宴客啦，各种方面哦，拢来伫咱家己地方来用，安尼就好啊。伊甲我讲哦，绝对无问题啦。所以讲，甲市长咱绝对拍一个鼓来，好无？来，掌声鼓励。啊，若像这市长哦，遮尔好，啊，局长哦，直接就答应哦，咱大大哦，未来发展绝对无问题啦吼。啊，若要拍大声啦吼！啊，你大家拢赞成啦吼！啊，若赞成的拢举手。哎呦，拢无人无赞成吼！啊，你哦，这样哦，这几年就爱来市里个啦吼！我嘛希望看咱多多未来吼，会愈来愈好啦吼！乡亲时代吼，哇，咱的多多进步的多多吼，指日可待啦吼！啊，因为奖品足多，我嘛用点时间吼。啊，咱所有里长吼，在讲的哦，嘛拢足认真的啦，对唔对啊？我来给你去拍一波啊！你吼，啊，各位民意代表吼，预算吼，嘛爱大家统计，啊，搁市政各部门拢咧督促事务，咱嘛甲拍一波啊！你吼，啊，台一线哦，后摆哦，等下哦，这部会愈来愈精彩哦，来嘛拍一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好，区长还有谢谢，还有要请哪位支持吗？我们哈，等一下议员本人或是立委会，我们局长请先留步，局长请先留步。来，我们现在要先颁发感谢状啦。来，我要颁发各协勤单位的感谢状。首先，我们邀请追根国小的赖校长，欢迎赖校长。大肚凹陷忠贞协会的李主任，欢迎李主任。王田环保志工队的队长，有请。来，欢迎我们队长。来，欢迎。欢迎。来，我们先请赖校长。来，赖校长，来，好，我们颁发感谢状，请赖校长。好，来合影，合影一下，我们合影一下，好不好？好。来，我们大肚后线忠贞协会李主任，来，王田环保志工队的队长，来，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来，往前看。好的，谢谢各位的努力啦，让大陆区发展越来越好。好，谢谢你们，谢谢。来，局长还是请。